今天要准备发射哈。Are you ready？ 啊，40%。传说中有个 bug， 我不知道我们五零七箱会不会灌过去。五零七箱 ，Are you ready？ Fire！K！O！ 应该没人知道，这是不能说的秘密，知道吗？对，不会比圣打叉，我必须跟各位报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新出这个做攻击的动作，所以还蛮方便的，对不对？先为大家示范这个使用这个泰森队做一个闯关示范。好，关键关卡大家都看到了，大家知道百姓怎么去狙的，就不要学了哦。这个叔叔练过，练过什么？练过很多个账号，所以可以拿来当实验品。让你吃为什么要让？我们要先过关呢、啊，我们要先过关。好，至于combo数，就请各位先暂时无视之哦，因为这个、要增加一个通关的一个速度哦。重点是通关了，好吧？那第一个关卡在这个对，哎，我们看一下传说中所谓的魔队到底要魔多久。啊，顺便跟各位报告哦。这次放错位置了，懂吗？这次放错位置，要放在最后。哦，应该刚刚看到刚刚影片的，应该知道为什么我说要放最后。哦，因为我这场我没有给他放最后了。所以等一下可能又有新的意外会发生，请各位要心理准备啊！喵喵喵！啊，不是，白信是开了两场，谢谢。因为我有很多账号可以开，基本上就是平民百姓水的账号，好吧？平民百姓水要喝的水。不过 GG 应该已经无所谓了，因为刚刚那样打那个节奏都没有打出来，所以我是觉得就算打到尾王也会有一点状况。哦，所以百姓的尸体让大家这个践踏过，基本上路应该会比较好走，好了。战场就是这样了，有些时候对，需要一些同跑的这个协助。啊，那踩过去的时候可不可以轻一点？好吧。要踩一下大力，因为大力有听人在啊，有人听得懂你的意思吗？我听得懂啊，不过就我的认知，你是不能打两场才对。欸、你讲的应该是以前灵魂石那个，现在这个好像不行。第五关哈，一战一枪赢哈，打那么久这个。天成石块的突击哦，还没跳起来。
也有关哦。High buffers, high buffers。真的要这么黑吗？为什么碰到光柱的影子？看到新珠了，看到光珠了，看到木珠了。咯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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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是你突然红心珠，身体有点虚弱。十七关，吕布和红心嘛，红心，那吕布一定是比较好，连毛转珠比较好。因为对我们这队来讲，连毛转珠基本上是无感。我的关卡资讯没有人看得到，我现在才发现。这样大家看到，要找第七关哈。打塞毒龙实在十八关，看来今天好像蛮多人就是过得没有说很那么顺利，有很多双击杆让你不好打，所以我才会选择用这个大圣来做一个通关尝试。下一关浮石片你、基本上浮石片你这边就不特别在做教学了，好吧，因为基本上影片也拍了，所以刚才有看到实况的观众应该都知道怎么破解了。不过我还是想要看一下我的攻击浮石到底是哪一颗啊，我的攻击浮石啊，火啦火啦，眼睛要亮一点就看得到。有人说看来不及看，你眼睛本来就要够力。至于如何破解浮石片你，请各位请上网搜寻如何破解浮石片，你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突然间想到，我的新浮石也可以攻击，所以不一定是火的。看一下，火火来了，我真捏捏的眼睛不够力。光的，对光。光浮石是什么啊？各位知道吗？眼睛够力的看得出来吗？师傅，还是你看得出来？你都看得出来是什么？光是什么？没有，他在转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了。
已经很绿。哦，光其实是新的，有看到吗？因为它有新腐蚀的颜色。直播说最蠢的时候他就看到了，对啊，他已经绿了。那直播是不是有几个人忽然没进来，不晓得对不对？就稍微不平民一点，嗯，有人发现吗？嗯，啊不行啊，我每次在看那个讯息，我都会被分心的，这样会很危险。90就可以随便打，所以就这样打吧。非平民转出，欸，就关卡比较那个啊，比较好打一点，所以我们就自然而然就会那个启动了不同的模式，其实也还好一点点而已。就大概对啊，一点点而已。10到12那个地方是比较关键，所以这边都不要开机。啊，不是啊，11、12不是10、12，11、12。然后因为它会把我们的腐蚀转掉，所以这个新出可以消就把它消一消，不要浪费了哈。看影片觉得还蛮奇怪，为啥平民转租除一点多一点，转租还很瞎，后来才知道是平民转租，不是不平民的，对吧、啊？就是平民转租啊，就是三道五就可以通关了哦，三道五就可以通关了、哦，因为其实还蛮多大大们的 combo 数，大概平均水准就是有3到5啊，5到6啊，6到7啊，7到8之类的。对啊，那3到5是属于就是比较应该很好，也比较好入手的，所以我相信这个3到5的部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啊，如果3到5都没办法达标的话，地狱关卡我必须跟你讲，对我来讲是会有点困难，哦，是会有点困难，对吧、啊？因为有些观众跟了我大概1-2年。对啊，我是比较感谢这些观众。对啊，林月应该差不多1年多了，好像。重点是很害羞、哦，对啊，就是都会躲在荧幕的后面，默默的替百姓加油，因为百姓都知道，也蛮感动的。准备进下一关了、哦、哈，越战越强精了、哦。
低调可能赚的啦，蛮天就多了啦。哦，然后可以低调砸出就可以尽量绿就绿掉，想要一波也可以一波。接接的一个 ，Oh no！ 哦，这恐怖的，拜托，心脏百姓心脏无介大嘞，忙安尼吼，忙安尼吼。心脏盖大了，到底做人来？过来，我来思考一下。这波，因为这个队是没有打起的，所以带的方式可能会不一样。这个转左边哦，他捏捏爆新珠，有转到新珠吗？一颗新珠还好。龙哥，我看不，我发现没有亏龙哥。哦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属于通关先决哦，所以这边就。这边就不再做那些危险的动作了。好，由于我的时刻来，因为我忘记他名字怎么样，他是摆在不是最后面，所以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风险，或许可以替大家带来一点点小小的高潮，好吧？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好吧？一点都安利吗？Are you ready? 都 ready 了吗？没 ready 来不及了哦。嗨，好，这个已经是极限了，好不好？来吧，看我们的武林机枪，发射了，发射了，发射了，一爆要发射了，一次就把它 KO 了。谢谢各位。至于不明所以然的观众，请看 replay。好，走过来。请看 replay， 为什么一波带走？请看 replay， 我也懒得剪算了，不要再讲 replay 事，就当作没事，好吧？好，至于这次的高潮，观众会觉得很理所当然。好，至于看重播的观众觉得不知道为什么的哦，对，就是要随时注意百姓的台哦，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现象哦，好吗？好吗？哦，为什么会灌过去的？为什么呢？有后来来的观众吗？有后来来的吗？还是这些观众都是从刚看到现在？哎，有刚来，有刚才来的观众了啊、哦！有，他问我说为什么一波带走？这个看百姓的实况台，常常可以看到这种秘技哦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没大胜没打几爽，对，没大胜没打几就是爽，因为看到这一队就是哦。我没有大胜，我也没有大吉，我可以用这一队打了，那就对了。好、哦，为什么可以一波带走？哈、哦，游戏就是要分享一些秘籍给各位哈、哦，手动打吉高手，这个有些时候这个狗急会跳墙，就是逼虎上梁山嘛，就是这个形容词比较好一点。我没有讲狗，狗不是，欸、我刚刚讲狗急跳墙，好像有，一五上两三，好吧。哦，基本上很简单哦，跟刚才来的这个1216203的观众啊、哦，这个讲述一下，反正你们现在在里面哈、哦，基本上追打攻击哦，请掌握诀窍哦，追打攻击哦，追打攻击就可以制造出刚才的效果。
哦，啊，建议各位时刻来这克拉跳，忘记他的名字叫什么，谁叫你名字长？哦，史特莱克了，好不好？要放在最后，不然你追打攻击的时候比较少的时候会有点危险哈、哦。记得啊，救命！好、哦，追打可以不更新，没错、嗯，对。所以你今天这个来的时间点也不算差哦。好加在刚刚百姓有不小心失误，不然你就看不到这一段了。我跟你讲，对，因为刚刚百姓失误，所以你才有机会看到这一段啊。哦哎呀，我干嘛全体攻击啊？哎呀，塔罗斯喜欢别人连射是不是？嗯，没错。这当过炮兵就知道我刚刚在念什么鬼东西了。虽然说我不是炮兵啊，不过这个我们的 Rich 他是炮兵，好吧？所以他这方面可以问他，他还蛮熟悉的。所以说他今天竟然没有在实况打，不过还是很感谢他哦。教我们如何打炮、哦、打大炮，打大炮，对，炮兵他跳炮超，我跟你讲，学到了、又有新的观众学到了，史特莱克可以墙上逃了，是什么鬼啊？什么东西墙上？开艾德再开黄泉 ，good， 哎、欸，应该是同理可证啊，他们我没试过哈，听讲未使，听讲会使，我唔知，艾德跟黄泉我唔知哈，这个慢挖，据说是可以的，但是也有人说不可以，看我一直讲话都会分心呢、欸，就是有人说可以，有人说不行、啊，好、哦、啊，就没有试过，所以不敢讲。我这次不能再分心了，各位，对，所以我今天话可能会比较少一点。我刚为了讲解花了蛮多时间哦。今生不必等我。你不敢骗我的心，哎，我刚才忘了，好吧，忘了就再一次了。哦，像百姓刚刚那样的状态是属于一个非常危险的，因为完全是属于放空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放空转注，所以刚刚才会被越战越强给吹死，越战越强呢，这几关，我刚刚被哪关吹掉？反伤15%就死了，天，15%就死在那一关。啊，我们现在是在哪一关？哦，13关啊、哦。这个攻击太高，追打前就先进更新的失败，黄金这样失败。追打一下的要在40%以下才可以，40%以下哈。哦就是把它打到更新的最大的地方了。哎，我干嘛这时候把它清光？不行，我们现在要认真一点，好不好？各位观众，百姓要认真了，要认真一点。我是说我要认真一点，不是说我要认真，不一样。因为我认不认真，不会因为认真而增加我的combo数，但是我的认真可以增加减少失误率。还灌不过？你那个凶！还没灌过。这边耗太久了，我到时候影片有出来看，是不是用快转之类的？这地方不应该耗这么久的。
包括主动性，那不是包括主动性，是追打的效果。因为我是等于是那个鞭尸，你懂吗？鞭尸。你恋爱了，这个不要在失望台上这个告白，这个我怕夫人会动怒。你看他现在没听到，所以没关系，知道吗？他刚在上网，可是我讲到关键字，他就忽然间好像发现了什么一样啊，你懂那种感觉吗？然后背后，我这背后就产生一股寒意，有没有？我有感应术。不行，这样又分心了，我又分心了。我差点还被锤，我在我上方。标识，对，标识没关系，可以再来一次。那这关我磨太久了啦，干什么？不要顾着聊天好不好？没关系。对吧？我赚钱喜欢跟观众聊天，但是观众也想睡了 ，OK？ 可以赶快通关吗？可以吗 ？OK？这是只实况组吗？玩家跟现在连击打死点太久不会接受。对啊，我们死的机关呢、啊？我们这么死的机关呢、啊？喂，好，基本上可以用这一关做一个小小的叠珠。好，看一个人喜好。添加不同的口味，好不好？一个人喜好、有看到锁技吗？各位有看到吗？他只有84.6万，所以他的血量并不多。他会锁几回合呢？4回合。所以我们现在先不用急着一波把他送走。怕一波把他送走，我还是分开补血好了。我觉得这样不妥，分开补了哦。了解吗？各位了解百姓的意思哦。啊！左边跌倒，我在干什么？哦，尽量把自己的血量撑回来哦。我们家现在出现新的宠物了哦，两个熊，这只是苍蝇，不是蚊子，而且还是很肥的那种，就是会停在大便上那种。攻击数不要放太多，会送走他。只要把自己的高魔术尽量降下来，降到4回合以下。哦，解锁、哦，就刚刚解除封印，刚可以用杠杆一下。没有回到星座，好吧，我不知道，我们就是再补一下就好。反上15%，对，这次我会记得。等一下不会再让那只反上说话把你弄死，居然死在那一关，实在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死在那么悲剧的一关。像比比也是啊，比比尔德啊，但是跟了我们失望的跟了很久，15%要。难看点，做人要干事情，干事，你会不会放太多了？好像有点多了，那就一波带走了。为什么这时候会转特别顺？因为不顺就要出局了，好吧？再见吧，大道。阿里巴巴，我因为怕灌不死他，那我就这样。看你老师，好，这是一个储技的好时机，我换吕布了，吕布，
下方25%，所以可以尽情的使出我们的神转珠了哈。通常是要你转，就是转不出来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。不然我就不用叫做平民三刀了，好吧？七，好，我们都是三到五，其他都是天降，好，好不好？看到有些不像天降的天降，那个都是骗的。好，为了节省大家时间哦。百姓一样用那个了，好吧？看得出来啊、哦，你在看百姓的实况台源哈，就知道百姓在做什么哈。基本上属于一个标准的哈，叠住。对，只有六叠，没关系，我们叠完之后它就有天降。喂。叠，还叠歪去啊，好像叠歪了，对不起各位，百姓献丑，叠歪了我们还是可以废物再利用。哦，转珠技巧不好的人哦，可以用这个技巧哦。啊？什么？这个技巧比转珠还难？会吗？应该不会啊，应该是比较简单。应该是比较简单的。下一关是25%哈。哦，因为有几只随机小怪哈，这个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。嗯，啊，这是属于一个没有天降的现象，我们尽量减少这个刚才有这种现象让它发生哦。尽量减少，然后这个就是属于一个手的部分了。我是想把那个木珠弄过去，可是离得实在太远，我们就呈现一个放弃的状态，好吧？走到属于一个北流的状况，一个北流的状况，我也不知道我在讲哪一国语。各位多多包涵，来不及一刻 ，OK 的啦。OK， 因为它不是改、所以我们可以玩这个玩法，让通关来讲会比较快一点。当然手速够快有没有，你也是可以做一个这个手转的一个动作。刚有一看好像没做到，抱歉啊。如果你手转够快的话，基本上也是可以做一个手转的动作，看各位观众的一个喜好。看各位观众的喜好。看你是要自动锁转还是叠完再转哦，都可以。好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可以选择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为什么现在转比较快的？因为我们转太久，我怕观众。会睡着没有？所以我们做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转珠的动作。刚才为什么要把它破坏掉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换件手的剑就把它破坏掉。还没走，
你还不走？跟起来，新猪啊！而且叠猪叠成这样是怎样？完全都是歪楼了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好，终于顺利的过。你等于七康不顿，哦，因为我是为了这一关的强化盾反击100%做个准备。啊，要如何通过强化盾反击100%？哦，就是很简单，你全部都做五连珠，待会五连珠，了解啊，都做五连珠哦。这时候杂猪把它滤掉，杂猪把滤掉啊！差你你的，差点破坏掉哦！我的，但破坏掉我的攻击猪，吓死我了！五颗，这五颗做一做啊，上面有颗了，就帮助来做个保留的动作。强化盾反击哈，这我看这个局势应该是241万，4870，我们做一个元意金的攻击，元意金哦，好吧，这个。因为光速不太够，所以我做光暗攻击转化，再加上一个这个乌娜，这是必备款啊。天神要不要呢？我觉得要，因为我在下关再把西地磨回来，哦，这是我个人的玩法，所以既然磨回来，大师没亏了，还有了解啊。四combo。是否带走呢？节目效果，南北行总看到，13、13、13，回复率减少50%，所以是不影响啊。对，带着天神特莱克，史特莱克嘛，我又忘记他名字。哦，神帝史特莱克。就要心脏很大颗的一个心理准备，好吧？五回合要轻轻伤伤，哦，因为神帝他有时候可能只给你喷五下，好吧？各位了解这个意义啊？神帝只喷五下，基本上你那个对，对啊，你也知道有时候喷比较多的时候，那种感受是不一样，就像刚才打的分析一样啊。史特莱克啊，没错。都面对了。其实两秒转速跟这一次，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没什么差。之后这一关消心功底啊，扣血78那一关啊，因为下一关跟下关嘛，21360，我们看一下，像尾王21360攻击 CD 1哦，那也给我，给我拉。21360才0.2，所以每回合要回4000多滴的，所以我个人认为是也还算是 OK 啦，也还算是 OK 啦。Yeah.